开始。石墨烯主机电源线，大插头插好。冷却水，两个水管，一个进一个出，连分别两根水管分别连接是循环水泵，两个水管一进一出，没有方向的都可以连接。这个是320的电源线，两个电源线，一个机器电源线，一个是石墨烯升温的那个电源线，两个电源线白的，还有个黑的 USB 接口接320主机。这个是氩气，320是装氩气的，氩气接头，这个部位硬进气位置，并紧。往哪了一样，那里了。好，好，来，好了，氩气好了。接到燃烧头，连接320主机，按照位置，下面有个卡槽。我紧了嘛？下面有个卡槽，320底部，320底部卡进去。320石墨烯主机，光标移到左边这个，按确认键，打开空气阀、空气泵，安装石墨管。这就是石墨管，我们已经安装好了。然后再按这个，再锁紧。就靠这一个地方固定，这个螺丝对的，这个螺丝已经锁紧。然后320主机 F3 设置为 AA 模式火焰阀，好，可以再返回 F2。 好，好，320准备开机。 Yes 或 No 两个光标，选择 No进入系统，等机器正常打开，设置温度。真的选对了。这个是设置温度，这个是保留时间，这个是进石墨烯里面的内气跟外气，对吧？这个对，打开这个意思。嗯，变得好了。好，就一定要这个两三次啊。六个一次。吸液枪吸取溶液。我在拍它，二十微升，二十微升吸液枪，来，护上那个。二十微升，吸液。啊，放到这个孔里，什么管理？然后就是按开时间。读取中，大概15秒左右。
倒计时。让屏幕出来了，然后烧头开始升温。好，看320主机，第一个峰值已经出来了。需要就确认，不需要清除，重新就好了。天哪，好了，来，天哪，好了。来，我水管。